让我们一同站立，来到进入今天早晨的敬拜。约翰一书十七节如此记载：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英文的如此记载， For the law was given by Moses, but grace and truth came by Jesus Christ.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 Amen。 是的，今天我们活在新约时代，不再活在旧约时代。我们不是靠着律法称义，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还有他的真理，我们称义了。哈利路亚！让我们一同的来到纪念耶稣所为我们舍下他永远不变的爱。深体会你爱的宝贵，
亲爱的耶稣，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再次来到见证主你的永远不变的爱的道理。我们都是透过你的爱，所以今天能够在这里崇拜。我们能够爱，因为你先爱。我再次的说，我们能够爱，因为你先爱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接下来这首诗歌是我们的一种的回应，回应你对我们的爱。每次我唱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总仿佛看见彼得在十字架之前的彼得。为什么说呢？因为我们都知道彼得是靠着自己的血气，血气方刚，很有热忱，很有对耶稣有一种说不出的爱。特别是当他甚至在耶稣基督的门徒面前说，他说这般人如果离你而去，我绝对不会离你而去，甚至到死我也要跟着你去。如此的爱，如此的内心的强大。可是往往我却看到，尽管我们的爱有多真诚，尽管我们的内心有多强大，可是我们往往有时候会看到，因为人性的败坏，肉体的软弱，而因此来到神面前彻底的崩溃。可是当我们崩溃的情况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并没有因为像彼得背叛了他而没有上十字架，反而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。今天我们看到，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挽回了彼得。十字架后的彼得
耶稣再次地问他，问他说，你爱我吗？彻底崩溃的彼得很懊悔地来到跟耶稣说，耶稣，你知道我是爱你的。因为他知道耶稣爱他的，他知道彼得的爱有多深，靠着人的爱能够去到多远。可是耶稣没有拒绝彼得，反而说，那就好好照顾我的羊。今天我们有可能就像彼得，曾经有可能很热忱地来到神面前，主哦，山虽动摇，地虽改变，我对你的爱是不改变的。可是你发现，有可能今天你的爱不一样了，有可能你对耶稣的热忱不见了，甚至你看到你的肉体软弱，让你彻底崩溃了。可是我要再次的用耶稣基督的话挽回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因为在耶稣基督里，你那一点点的爱已经足够，因为不是靠着你的爱，乃是靠着神给我们的爱。我在这说，我们爱不是因为我们懂得爱，我们爱是因为耶稣先爱我们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把最后一句我对你的爱把它换成你对我的爱，唯有神对我们的爱，山虽动摇，地虽改变，永远不改变。神爱你不改变，阿们。如果你觉得他好像还没有真正睡醒的话，你摇一摇他说，神爱你不改变。哈利路亚。是的，神的爱就仿佛在云上的太阳，有时候我们只看到云看不见太阳，不代表太阳不见了。阿们，阿们。哈利路亚。
那我们刚才提到彼得的故事，所以彼得被耶稣挽回后，我们看到他忠心于耶稣给他的吩咐，等待圣灵的降临，直到五旬节的时候，彼得完全的被转化了。 我盼望接下来这首诗歌也同样能转化你，阿们。
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，我心不再忧虑。哈利路亚！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。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，我灵不再沉睡。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，我将见他荣光之面。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救赎者活着，哈利路亚，他仍然活着， Amen， 哈利路亚，大家请坐。